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今天呢要跟老师介绍的是欧韩的教室，好，那如果时间允许，我们会再把 OneNote 把它带进来。那么虽然疫情已经看起来相当尾声了，但是其实很多数位工具有留下来，也就是说，老师觉得说，哎，以前我可能很多东西我在教室，因为不是电脑教室，所以我们不太可能会用所谓的数位工具。但是因为现在有载具啦，甚至没有载具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哦。老师，我们这个工具欧韩家教室不是说只有一定要用载具的，你不用载具也可以帮忙做班级经营跟管理，哎，一样可以用。等一下我们体验看看您就知道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为了方便，怕老师有时候可能就是有问题啦，或者是操作画面有你，其实我还帮大家准备一个白板，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白板？这里。好，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班级，如果你是30个同学以内的，其实还好，这个就可以直接用，它也不用登录。所以老师呢，如果您打开这个连接，有好多老师进来了，你看我看到右上角有没有？Canva 也有白板嘛，对不对？跟那个功能一样，只是这个不用登录。所以呢，如果老师想要让同学互动，诶，想让他分享他的画面呐，啊，哦，他的连接或是他的影片。你只要复制贴上就好了。你看，有好多老师进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跟 Canva 白板一样？只是没有登录，所以我不知道那是谁。但是你可以在下面，好，如果今天老师呢，你画面有问题，那我可以把画面抓起来之后，我就贴过来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，您只要会 Ctrl 加 V 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平板上，好，或是其他的电脑，有没有都可以用？你看我贴上去，有没有大家都看到了？好，白板的部分就像这样子。好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有经历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工具还不错，它是开源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那如果老师有需要上传附件，它也可以丢上去哦。就是如果你是附件的档案，比如说 Word 啦、PDF 啦，哦，反正你知道格式都可以丢。对对对，所以刚开始哈，像这样子会稍微乱一下，没关系，它可以开多个分页。那这个白板也是无限大。所以，如果您觉得空间不够了，您可以按住那个键盘，或者从下面也可以哦。您看下方是不是有一个手？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手？那就是把这个白板做一个平移，有没有？这样都可以移开，它是无限大的，跟老师用心智图一样。那你要放大缩小怎么办？Ctrl 加滑鼠滚轮，网页的放大缩小有没有？哦，我要放大缩小，所以同学贴很小没关系，老师会放大就好。通通都跟我们 Canva 的白板操作一模一样，好，但是它好处就是它是匿名就可以登录了，而且它也可以就是多个页面，所以像现在我都偷懒，有些同学我们在现场练习的，虽然我是在电脑教室，我跟他讲你也不用上传，就把你练习的，比如说我们最近在上 AI 生成图片，我就请他把它贴进来就好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个白板其实蛮好用的，您可以再增加多个页面都可以，而且可以直接共享出来。那您就都在云端。好，这个小工具我们等一下呢就给老师参考一下哈。你可以像这样，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这边再刚贴说上。增加多个页面是直接啊，在拉左上吗？角这里，左上角这里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这个？有没有页面可以增加？哦，意思是说，假设你现在开一个白板，那你想要再对，贴如一果个不白，够了，如果你觉得我想要跟说上第一一个组分给开，一个白板，第啊，二也组可给以，第也二可个以。白那你可板。以命名啊，你看有老师帮我增加了，有没有？你哦，看你们在增加，我这里也看到啊，因为我们是互动的啊。对呀，啊，这样有很过分吗？没有嘛，哈。所以在是这个吗？教室在远距是不是也都可以用？一个很不错的啊，哦，老师很认真帮我增加呢。那重点是，老师你如果像刚这样，比如说第一组，你就把这个名称换成第一组，这里有一个笔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点到第一页，好，我把它换成哦，这个是第一组，你就可以来这边来改一下名字。那行，这样老师 OK 吗？在这边哈，这个像我在这里，我就把它改成第一组。好，那打个勾。哎，哦，有老师很好，已经帮我都改了，很好。有没有？第三组都有了嘛？那每一组就各自找自己的。所以，您随时都可以切换到不同的页面，是不是都在？
对，这个是蛮方便。那你要分享出来，就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共享。你看，可以直接扫 QR code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直接复制连结都好。所以，如果老师有连结，那就是想办法把连结给同学；没有连结，大家自己扫描。所以只要打那个 taildraw.com 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它哦，的，因为它这个是完全开源、好，免我会把费这的。个好，删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多介绍一个小工具，老师可以做个参考，因为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互动比较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刚有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欧海伦教室哦，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么我先跟老师简单介绍一下，在简报第二页，简报第二页这边呢、啊，有我的一些基本的资料。好、哦，那右手边这里呢？右手边这边，您可以看到我有整理一些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相关的网站，我有部落格，有 YouTube 频道，老师不要谦虚了，就直接说啦，这么厉没害。有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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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就是这些东西，老师有机会您可以看看。哦，那上面的这个文章都我亲手写的啦，所以没有版权问题哦。那如果老师觉得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加入我官方账号这样。今天马上有官方账号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，那我之前有讲过 OneNote 的这些研习的记录，我都有留在上面哈。如果说您觉得有需要的，也可以参考看看。那我有帮 OneNote 啦，还有我们欧韩登教师写了很多文章跟教学影片，您都可以在上面去看到。OK，好，那这样子应该大家就稍微有个认识了。